是正确的。现在下水的是陈艺婷同学，看起来有点临阵脱逃的感觉。哎，他还没跳。好的，他们俩还没跳。惧高症不要害怕，这里并不高。陈艺婷，加油，我们的小二首席。一、二、三，耶！是的，下一位是我们的英华团长。耶、yeah, ！好，成功。一，好，再来是我们的李以飞同学，腿最长的这一位。一、二、三。